您还记得吗？原来睡不好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。今天我来跟各位介绍一本好书，书名叫做《今晚就秒睡》，由两位日本专家共同写的书。他们说，提高体温，血液循环变好，就可以达到最佳的睡眠状态。他们给了三个建议：第一个泡澡，第二个更好是泡温泉，或者是使用远红外线产品。顶级的远红外线可以让身体找回平衡，拥有健康。我是爱家健康严先生，请打0800000-1098。